那我的彩虹鸟。哎，还有2分钟了啊！现在只有5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1/5的中奖概率，2000块现金红包啊！全军出击！谢谢诗诗家的老公。这2个飞机，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，可以来一个飞机试试运气。谢谢乘12345 6，大家有大气的刷点大气，我们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把第二轮复兴挑战任务过一下，有大气的可以刷点大气，我们差点送礼人数。我掏你的鸟，不好意思，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掏你的鸟！刚又成为谁送飞机了？谢谢 Mr. Miro。掏你的鸟，没掏着啊！还有40秒开奖啊！操你的你！谢谢，就是赵日天。谢谢，我是树羊人，谢谢树羊人的飞机。谢谢找那么帅有交友。谢谢阿尔布雷亚胖哥大。有。谢谢跟随宝哥们中奖，谢谢王大娘打赏好。谢谢可爱喵的亲叔叔，谢谢那个557385彭小东，你谢谢大家吧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没了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力量是唯一。女人只会影响我的掏鸟速度。走了。哎呦，我奥纳夫错了，奥纳夫，我掏屁，走呗，炸，掏，挺烦人的奥纳夫。我生在贵族之家，而我成了一个战士。嗯，打野没闪，这还吸呢？我吸他一下，我能加血呀！我不吸白不吸呀！帝国要一切，那只能得吸一下子。谢谢抽奖机器的海螺，掏披萨，平 A 接炸，接平 A 接掏，强攻鸟人，炸。这个炸是逼走位，要不然我可能要死。掏，劈炸。无视纪律。推了吧。这奥纳夫好像也挺厉害呀。相比我们不了解的事物，我们更恐。遗失的章节能出出来吗？出不出来章节呀？
等个皮孩嘛。奥达夫没事儿，这英雄莽夫正好我们这乌鸦还不跑，可以克克他，挺好。我深深的明白炮车没补到，有点烦。我操，掏你的鸟，直接炸。掏你的鸟，我们现在随便跟他打炸，让他踢我们啊，故意让他踢，知道吗？掏你的鸟 W 劈炸，接大招，接大。最大的宿敌是一头食齿兽，真令人乏味。哎。吃个塔皮，炸！平 A， 掏你的鸟！平 A， 平 A W 能炸就炸吧，炸不着咱也没办法，点炎也点不了那二百多滴血，拉倒吧。好像感觉能换。看看感觉能换，小小挫折，我要吃个小饼干儿。我关键我都没想到他能换得了，看看能换，吃个小饼干炸他一下，接个点炎换了。万事都有选择，哪怕是真相也不能换。十二杠五，没关系，还好我是乌鸦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得好好补刀的。吃个塔皮儿。掏你的鸟，打不了西藏。奥纳夫来了，这不坏了吗？哎，我觉得这奥纳夫好像不是很行啊。啊，我怕这奥纳夫吗？掏你的鸟，西 W 接炸，接大招点炎，闪现炸接炸。掏一下，哎，点不死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上头了！这波奥纳夫没回家出装备，你知道吗？掏你的鸟，打不了西街炸走位，平 A 炸，这波没走位，这怎么原地放大呀？这光辉女郎啊！华诺
不是，我也不走位，我是没法走位了。刚才我右键已经点到他前面去了，我要右键是在我身边附近的话，我还能走位走位。哎，补车又补兵还炸人，舒服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真难玩儿。个拉克斯还能跑上路扛上来了，我都服了。吃个塔皮就这么难。照在乌鸦翅膀的阴影之下，干哈呢？奥纳夫挺吓人的，奥纳夫炸平呗，给炸，这看你的了。你那大招摁快了，蓝枪，减个速。掏 WC 炸点燃，又是一次失望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我就发现大家好像挺喜欢看大虫子的，喜欢大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打个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还得我亲自动手吗？哎呦天！打不就炸，漂亮 ，nice， 回家了不回家？这边东路要干起来了啊，这得干一波来，跟我来，掏。W 西炸鸟人，开大招炸，掏炸接炸，这虚区还是有点高的呀！你闪啥呢？俺们家自己的剑，吓坏了给。看看啊，先来个沙漏的，出一个美甲窃魂卷。他们越是想杀掉我，就越证明我的道路是正确的。小龙可以要，来吧。炸到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，叮，炸，掏一下，打吧溜，炸，炸接闪现，这波没大，掏一下，可以打，
跟我来，可以打。对，他控制挺烦的。你干啥呢？掏一下，平 A 接炸。奥纳夫可挺吓人的，奥纳夫，来吧，奥纳夫。后边有队友啊，不用害怕。掏一下，打爆了心炸，炸点燃。后边怎么出来个姐呀？我天！出个水银孩吧，啊，还能骗我？出个水银孩，卷点控制。无字天书了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把乌鸦只要一波团战，杀银书毕竟是25层，无论我多少层，0层进去也得25层出来。永远的伤口，这拉克斯挺烦人的，把我蓝给我打了。掏七炸接大招，平 A 炸杀拉克斯 A 炸掏七炸平 A 平 A 接炸接炸平 A 打爆了掏炸平 A 接炸，嗯，敢死，学错技能了。10层了吧？基本上出门只要打团，那就是必定一波25层，要么就是没拿到人头，那没办法。可以打，打吧。我杀漏还有呢，这波20秒大招。打吧溜，炸，接炸平 A 接掏，接炸，掏一下，几个人啊？算了吧，人有点多，拉倒吧。不行啊，他劫过来了，我们赶紧塔下。快点救我！哎，拉克斯，掏接炸平的，怎么了？这边有劫，掏一下，劈接炸。没事，他们三个杀我，他们都得死，炸！别别别别别别！掏一下，接炸，打把溜，炸，点燃开大，掏接炸，接细一下，叮，接炸接炸，哎呀，
你的灵魂魔法在大地上流传，伤口渐转鲜血。对不起，死了。啊！失策了，居然。美甲切魂卷25层了。嗯，炸平呗，掏劈炸炸打大龙，也许可以自己的战团如何来打大龙。从军队的阵型上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。老派了，回家了。5000块钱，攒个6300买个猴子吧。下把玩个猴，可见到的就是可征服。有人说黑暗对于他们会是看不见了，不行了，回家了。这是出个猫子，先来个猫子。他人恐惧的黑暗，干哈呢？这祖先呢？炸！我来了。没有听上去那么不急。炸！完了，双 buff 没拿着，可恶啊！怎么的？那西炸炸，没事，你死不了。炸平呢？打不了掏，西炸致命点燃接大炸，跟我俩西是不是？跟我西，看看俺俩谁能西。哎，接炸接炸。W 掏一下，七接炸。这样的遗言太过轻率了。掏一下，炸。炸平 A 掏一下，炸生必不可少，回家吧。这拉克斯可挺骚啊。算了，我们不跟他烧，我得回家了。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1v5一波。
给个舞台呢。我740法强乌鸦，给我来波一维五。都给我走，都走！完了，算了。还没有开始呢就结束了，金身没了。少数人为多数。哎，拉克斯是不得要过来呀、啊？这里头有眼儿啊，鞋子上的遗点占我所有血迹。现在还有个严重的问题，我们没蓝 buff。蓝枪要红啊，算了吧，我来个红 buff。 这里头有眼儿你知道吧，这拉克斯搁那看着我，炸炸掏接炸。掏炸闪现开大接炸，接平 A 点炎 W 接炸，掏一下吸回来接炸，加血。寒冰不给加血，没有钉啊。寒冰也不给加血，你说寒冰。